嗨，圆圆。嗨，七夕节快乐，大家都出去玩。8月10号，然后今天是什么活动？七夕情人节，然后请神家来现场玩的。刚好有这个契机，可以请娘娘下来。你自己觉得她今天会下来吗？好，期待一下，好不好？不要猜。今天的主场是圆圆，所以虎哥不要来也好了。这是桃花树嘛？对，桃花树。然后我们这个有小卡，情人小卡。你想要求贵人啊，求感情，没错，都可以。然后还有这个许愿的，对，许愿的。然后这个可以留在太子会，或者是带回去做纪念，给表框，对，给表框。就是一个你有向月老许愿的证书，对啊。我先预告一下，桃花树是这次的活动，对。然后我们应该预计，我记得是下个月会有那个算是摇钱树，哦，对，有会有一个摇钱树，所以就会两边，欢迎各位来这边参观。这会不会说中超多树了？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是六海禅师。哦，对，没意外了。前数对。我跟你讲，一定超多人。我先不好意思讲一下，那个月老跟六海禅师对打擂台。我跟开玩笑的，我们要有感情，也要有钱。对，还有贵的。健康。好，我们大家一起挂。我们小帮手先挂。来，看你要挂哪一颗哈？看谁是谁的哈。就走一颗，要哪一颗？要哪一只吧？没有，明天来的人就可以找我们大家挂的。哦，我跟你讲，现在哈最大张的就是嘉诚啊，我看他挂，我就来偷看他的愿望。哎，开放更灵，是不是有些不可告人的秘密？来看。是不是直接挂在月老身上？哎，在讲话，在挂脖子上。像刚刚说的，可以放在土里面，也可以。土里面。再插着。你说这样埋进去？来，你们想求土里面的？要吗？希望他赶快能够种出来。啊！我这样马上找结婚。你们是有什么告白？没关系啦。而且就是那个我们约会上去看。对啊。扯掉，那没这回事。小鹿啦，小鹿的 ，OK， 在这里完成，太棒了！欢迎明天来，几点了？12点多，好，明天见。来看看现场很多粉丝到我们的桃花树下面，准备求我们的姻缘啦！来，哎，粉红色的赖的。所以粉红色，来，我们今天呢还会有加持我们黑虎将军跟刘海禅师的摆件。那上架的部分的话，等我们官方 IG 虎哥啊、渊渊啊，还有虎哥练财干仔店的 IG 都会再跟大家说明上架时间哦，所以大家记得要去 follow。来看看今天呢，很多粉丝献命给我们的月老跟七仙女。今天呢，有很多粉丝来现场哦。那等一下就是我们要准备开始祝寿啦，放大，再放大，5、2，好了，等我们呢。